爽开了，爽开了。行吧，那就可以开始了，是吧？啊，对，主要得看不完。嘿，看别人没用。你们看这声音都是正常的吗？一二三，一二三，你们听听听听声音。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声音是啥？可以吗？可以。哎，这个居然是无效的吗？这个是？没事儿，先是对着他。嗯，我来吧，我来吧，你歇会儿。嗯，开始了是吧？嗯，现在能看到在线人数了吗？好，有人了啊。咱们这个也没有，我没预告是吧？咱们这个突袭，别聊天，对，我直播的时候最听不了声音，我一听就走，脑子就走了。这个咱们上一次直播呢，把上半场讲完了，就是这个从文展厅这一拐弯啊，一直到这个道光的这个大运嘛，以大运词为主啊，整个其实以这个青三代充满的都有。上一次播的呢效果特别好，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本来我们想一天就把我们这个资料馆的这个所有东西给大家讲完了，但是呢它量很大。后来我们就分成了上下集，这不是马上就要播下集了啊？咱先看看啊，别再装忙，因为这会儿人比较少。我想接着说哈，咱们之前呢讲的是上半集呢就是把那些大运词基本上都捋了一遍。你看，从粉彩、洋彩、金花，到这边有一些单色，还有一些这个礼器啊，都给大家都捋完了。啊，包括这些单词，然后找这个一会儿咱们找工作人员呢，帮我们把这个柜子还是要打开啊，给大家再看一看这个详细的东西，因为还是要上上手吧，上上手比这个讲解干讲强啊。一会儿咱们等工作人员过来，咱们下半场呢就非常精彩了，里边有，就是单件几百万的。都要有十几二十件啊，就是单价过三四百万的甚至更贵的都会有这个量很大，所以今天来的朋友才来着了哈，今天咱们含金量很高。我拿一下耳机啊，哎，因为我要先看一下前期的这个在线人数，然后胡哥那个帮我们把这个能打开的咱们就打开看看。哦，开完了。好，改动了，我怕讹我呀。哎，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预期资料馆哈，我们在这个正好在这底下。啊，没事，继续。啊，正好站在这个对对几楼啊。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御词资料馆。我们的资料馆呢，线下资料馆就在这个北京市长安区山水园东园底商啊。大家如果对拍卖市场熟悉的呢，现在应该知道有什么大义拍卖啊，都跟我们是邻居。我们这个线下场呢是在这个工作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全天开放啊，周六日呢大家需要预约啊，来现场来参观，我们的参观都是免费的。大概有个两三百件的常设展的官窑啊，官窑瓷器，从这个大运传办再到这个贡瓷，我们都有相当的数量啊。一会儿呢，今天呢大家来着了是吧，我们下半场呢有很多精彩的我们少见的这些以特殊品种为主的，今天啊这个就特别精彩啊。我们从哪开始聊起呢？这会儿人不多啊，人不多咱们就这个人多人少都一个样是吧，人少了还更有卖力气。有一些特殊品种我们这块呢也有这个写了一些说明性的文章，比如说一些传办啊和一些供词的大概的概念。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从道光的供词啊，这个以慎德堂为主嘛，大家都知道基本知识是吧？如果提到道光供词呢，就绕不开这个慎德堂这个概念。慎德堂呢，就是道光皇帝本人在圆明园里边的宅子啊。看你看到，当然现在就被烧没了啊，但是如果你看到历史资料照片呢，这其实不大啊，三进的一个小院儿。
里边呢就专门写的这个慎德堂志是吧，就专门为道光皇帝的供词，这对他生活呀、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一些万寿供啊端午供啊，我们这都能看得到，一会儿给大家慢慢看啊，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都是皇帝本人生活啊各方面需要的。像这种呢这种就万寿供嘛，这就没有什么特殊就是争议。对，我直播间里拍过一只盘子，这只呢是杯子，慎德堂志四字楷书款，它这个德字的心已经握下去了，那它可能就是更偏晚一些了是吧。柠檬黄跟这种绿呢就翠绿翠绿的哈，这个右这种右上彩，万福万寿啊，万寿小碗，这个呢有明确的清宫档案记载啊，大碗盘啊杯子，甚至这个就是餐具的各种有多少件啊，什么样的尺寸烧多少个啊，这个清宫档案里都有。我看一下手机啊，哎，小鱼来一下。好，有点咱们今天呢还继续把下半场聊完，这个时间呢肯定还会很长，让大家一饱眼福，能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满足的过程啊。我们看看这一只呢是万花献瑞，一看就知道是吧。各种样式的各种就是牡丹啊梅花啊玉兰啊什么水仙啊梅花，我看还有什么菊花，还有夏天这个荷花啊，四季花卉啊，就是满画啊，满画吉祥。想起这个呢，万花献瑞呢，你又想起这个，你看这个新字就稍微立了点儿 你要想起那个就越早一点，又想起了那什么了，想起那个供那什么了，那叫什么那个节令上晚了他那个皇上家看花呢也需要一个，除了节令跟那个生日之外，他还有一个看花用的啊，那种万花献瑞的碗。你看皇上家的生活你是不能想象的啊，如此精彩。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御词资料馆线下这个资料馆感兴趣呢，我们一个是告诉大家地址在哪儿啊，就是很简单的地址，就是在某度地图搜一下，搜玉堂佳器就可以，搜这四个字玉堂佳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地址。如果大家还想进一步学习呢，比如说有上手的机会呢，或者说是我们西老师或者是我给您单独的讲解啊，或者有些其他的鉴定服务呢，大家又建议大家加个会员，加入我们玉堂佳器的会员，线下会员。这个有相应的会费啊，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私信联系我啊，给我发消息联系我们，加入我们的这个会员，有很多线下活动的福利，还有培训呐、什么沙龙啊等等线下活动啊很多。也有，因为我们这个属于你看它，我们说是资料馆，其实就是一小型的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馆呢是很难达到说让每个朋友过来看又能上手的机会，就很困难，要不然就乱了是吧。所以呢只有会员有这个有问题啊。有人问加会员能帮忙看东西吗？可以看东西，线下鉴定啊，基本上以西老师来鉴定，我是这个作为陪审团啊，因为我尽量不得罪人是吧然后这个可以做线下鉴定，然后呢加入我们的会员呢，你就有上手的机会，上手学习甚至一对一讲解的机会啊。这只缸呢我们经过很多的研究啊，后来西老师也专门发过一只关于这只缸的段子，看到了这个对岸啊，对岸博物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故宫博物馆都有一模一样的这个藏品，所以就证实了它这个官窑的这个存在啊，就是它的这个从款儿到画片儿再到制式再到这个整体的大小尺寸都一模一样，那就完全证明了它的这个是否是御窑啊，甚至说是否是这个到传办这个级别啊，是吧。这个一般这就做出了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啊，我们在这个西老师段子里都有三张照片一模一样哈、啊。
这就没有任何争议了。非常漂亮的一个龙缸，它的底下呢是海水，上边呢是龙纹啊，二龙赶珠啊，一个非常祥瑞的片儿。款呢写法呢很特殊，但是呢查到相关的这个两岸博物馆呢还都这么写，一模一样啊，我们就找到了这个答案啊。非常漂亮，这只龙缸，而且是存世量非常少。这只龙缸也参加了我们的嘉德30周年的这个道光啊慎修思永的那个展览啊，这是一个展览上的展品。还有一些相对来说，其实像这种就少见。我们先关上门儿。其实这种就少见，它这也属于这个，哎呦，你看这基本上就是这是就这一只啊，这只好像没有再见过其他的。背上这个柠檬黄特别少。对，包括有一些这个龙纹的这个工艺，这一看就是供瓷嘛，这一次也就烧这多少只啊，几只，甚至是个位数了，所以他就这一看就万寿供，福山寿海啊，这个有这个仙鹤什么的，所以这种东西就属于孤品啊。我们今天的讲解呢会渐入佳境，因为我们的这个已经在万历的时候了啊，快到佳境了。开玩笑啊，渐入佳境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先把这个这边的供词这些，包括道光啊、同治大婚啊、包括慈禧这一块都给大家捋完一遍呢，我们的压轴的重要的戏就在康乾三朝的这个相对特殊而相对单价很高的藏品啊，基本上300,000-400,000、500,000-500,000、500,000的这种凳子啊，有一些确实是存世量极少啊，包括这个来源特别硬的啊，也给大家，咱们慢慢来看哈，一点一点看。你看这个工艺呢就很好玩，它仿了一些像松石绿啊，像这种你看都有点像景泰蓝那种感觉啊，就这个五福捧寿啊，这个就是善德堂有小牌的，有小尺寸的，大尺寸我们上回直播间拍过一个大尺寸的，来源还挺好，是香港嘉德的那只啊，非常漂亮，口沿有一小杯，也是啊，善德堂制啊，这个哎呦，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其实这种东西还相对来说好分辨，就是它的这种松石绿的色阶呀，包括这个矾红跟金的相关的关系，我们看多了之后呢，其实这样的状态呢，咱们多积累一点视觉上的经验啊，这种东西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判断啊，包括款也是，它这个款写的呢，它这个款你能感受到哈，它这个一往后写，它这个它都得蘸一下，感觉有的地方就淡一点，有的地方浓一点，它浓淡变化还是挺细的啊，能看到一些端倪啊，这里边也是真好，它这金彩保持的真不错，一点都没怎么，基本没什么使用过，基本没有使用痕迹。这种制式呢，你看这个大尺寸的也有，小尺寸也有，我们下边还有两只大尺寸的啊，就不给大家拿出来了，就是一模一样的制式，它只不过是尺寸硕大，这个尺寸，这个直径应该到28了吧，30左右了啊。这个也是慎德堂，这是一对儿，咱们拿出一只吧，里边是四开光啊，四开光花卉，然后呢外边是黄地儿暗八仙，暗八仙它其实还是一个八仙祝寿的这么一个相应的题材啊，蓝采和呀、吕洞宾啊，是吧，这些相关的这种八仙的法器，这都是阳彩，典型的黄地四开光阳彩啊，沈德堂制啊，这心啊早一点啊，里右也是干干净净啊，这还有一来源啊，2014年的香港佳士得来源，像这只也这一对也参加这个道光御窑展的这个展览了啊，非常漂亮啊，这种黄地儿，你看它这个黄地儿的这彩很厚，你看要是拿手摸的话，它能高出来，我感觉有1毫米嘛，能高出来的开光很多啊。皇上家的东西呢，基本上不计工本啊。
非常的这个华丽啊。虽然它这个华丽呢，它不其实不太像雍乾式的那种，是就是说再确切点，它不像乾隆那种特别热烈的华丽，它这个其实还是在某个色阶的领域，在这个范围内啊，它不是特别的闹腾。你看这个，包括这个是吧？十二连啊、哎，我说它是十二，大家都说这个概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加上仨，还真是十二个。他万一能一十，他万一他能烧出一十三个来的就厉害了哈、啊。这种碗呢，基本老的找不着啊，一般你碰上一个呢，基本就都是新的。但是这原来是一对儿啊，另外一只嘞，哎，这也参加过这个韬光养晦展啊，对呀、啊，嗯，另外一只这不是被分食了吗？其实这两只现在回想起来真便宜，是六十多路锤是吧？基本上也是孤品啊，孤品，您找不着真的啊，您要找假的那太多了，你回想起来才三十多万一只，哎呦喂，是真不贵，实话实说真不贵啊。来源又好，它是早年间的瀚海的库出，然后也参加了这个韬光御窑展。这只呢还是个全美品，从它的这个多色阶的这种红彩啊，所谓的红彩啊，就是矾红彩嘛，加上这个描金的配合，使这只碗呢，你从近处看、远处看，它都是富丽堂皇、华贵啊，十二连的这种画片啊。它的隔壁呢，放着这个很有意思的一对儿，这个有点现代审美，对，有点当代艺术，有点像那种你看那个苏家到了香港，苏家那种当代艺术厅的那种什么我不太懂啊，什么草间弥生啊，草间人命的，什么纳凉美智什么的，就全净画这个。但是咱们老祖宗，你看150年前就画这个了啊，你看这德字儿早，越往后就立起来了。他这个呢是有一个库出啊，这库出是往广州文物商店的库出，嘉德拍的啊，也是这对是拍了多少钱？将近90多吧，80多落水应该是啊，和40一只。那个日本后来又出了一单只的一只，你有印象吧？是吧？也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对，就是行价45万一只啊，大概是这个行价。这种东西也是存世量贼少啊，想碰上这一对儿，除了日本那只，我就印象里我应该没见过真的啊，就是说可能也就宫里有了，哎，就是说。真的就很少见啊，像这种你看这种小绿花有各种变化，有各种单枝的孤兜的，有盛开的，包括这个彩的变化，还有这个釉面，还有金彩，这些东西需要我们尽量少说概念，其实就是概念的话呢，你就去翻书或者说是拍卖图录什么都给你写什么这个那样的，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最终你要看实物，你要看真东西。他写的很多概念都是别人想的概念，就是说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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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理论，让你觉得你懂了，但是没用。我们一路走过来的体会就是真枪实战，最后呢得出来的经验是你自己消化之后在脑子里边这个体系。那是通过什么来建立这些体系呢？就是理论实际相结合，理论知识你了解就可以了，多少温度，什么时候烧的，大概什么朝，大概烧了多少件，从什么时候开始烧到什么时候结束，这些东西呢你大概了解就可以，没人考你，就是笔试，除非是笔试啊，叫什么收藏家考试啊，那就没用。最重要的是你要多看真东西，对吧？有人为什么堕入国宝帮呢？他就是看了很多理论之后发现都能套得住啊，那理论都能套上去，他就觉得这东西真了。不是，最核心的东西是这东西真不真。那这东西真不真谁说了算呢？你说了算，我说了算，不是，其实还是市场说了算。它有很明确，其实它有很明确的鉴定，很明确的，或者说这已经成为很成熟的一个鉴定体系，这个体系是雷打不动的，就是肯定是能明确的告诉你这东西是真是假的。但是呢最终的还是要经过不是经过理论的，而是经过市场跟实际这件东西你去上手啊，然后最终得出一个你脑子里边的一个体系，变成一个实战能用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不能要求大家收藏爱好者来完成，这是很难的，它是一个纷繁复杂庞大的数据。
你可能堕入某一个死循环的时候你出不来，或者说是这一串珍珠有很多琐碎的信息你要屏蔽，有很多有用的信息你要留下，最终穿成了一个项链，这是一个特别难，需要长时间，多少年，需要一辈子吧，我觉得，因为它是你要随时你要替换的，你把之前错误的知识或者说是已经过时的知识要把这个作假的东西又更新了，你要重新要替换进来，所以这个过程是周而复始，枯燥甚至是痛苦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说靠大家吃这碗饭的人才会去做这种工作，像我们才会去做这种工作。赛龙舟一看那就啊，端午供对吧，这个一年三供嘛，到了这个道光啊，道光皇帝就是很节俭啊，四供吧，四啊，年供、万寿供、端午供还有什么供啊，就三供对吧，三供我记得是三供，道光是很节俭的，他就最后捡到了三供嘛，年供、万寿跟端午供，那这一看就是什么小孩赛龙舟，他既是英系多子多福，他又是这个端午当令是吧，这个赛龙舟啊，团结啊，奋斗哈哈。但是这个呢我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慎德堂的这个东西真品存世量极低，我们不能说没有，就是说很少，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就这个我们展出来之后呢，我们能看到偶尔可能会拍卖市场会出现了啊，这个小心，懂了懂了啊，要小心啊，这个尤其现在啊，精益求精的这种人家这个执着的追求是吧，我们防不胜防，还是要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个片儿呢就更经典啊，如果你往上追啊，那没完没了了，你追到成化还不行，还得往上追，追到永宣对，追到宣德差不多。这种庭院英系画片他一般的画16个啊，有人说这个关于那这个16像的这个问题，那就又往前推，推到什么尧舜禹汤了，恨不得是吧，16族是吧，所谓的这种当年打天下的这么16个这个诸侯什么的，那就那故事就更没完没了了。那咱们回到这个话题呢，有清一代呢，从康雍乾就仿前朝嘛，他就是清花的呀，尤其雍正仿成化，仿的惟妙惟肖是吧，甚至连款都不写了啊。到了这时候呢，这个片呢基本上你看我们展厅还有一只那个珊瑚红地描金画片一致，都是这个画片，摸鱼的，拿灯用的，然后放鞭炮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个都是这个片啊，洋彩人物，那个是嘉庆的啊，这个是慎德堂的，一看就是道光的，哎，这个供词，它还依旧是我们的玉堂嘉庆啊，这也是参加过啊，嘉德的这次展览的，所以我们的展厅呢，除了给大家提供相应的一些学习标准器之外呢，其实我们的东西还是很过硬的，就是每一件东西都经过我们反复斟酌啊，这个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走一个，就是任何有一点点疑问的，就是我们都不会放到展厅里，我们的这个审核机制特别严格啊，甚至到变态的啊。这是我直播其实给大家讲过一次啊，这个万福万寿啊，那个福寿连绵里边呢是这个如意啊，这个叫什么事事如意啊，两个小红豆，以为是枸杞呢是吧，泡个枸杞，不是哈，它其实是事事如意，两个小柿子，两个小红柿子，看出来吧，事事如意嘛，上面勾着一如意嘛，事事如意嘛，万事如意啊，我以为枸杞，枸杞到我这年龄是该泡枸杞了是吧。皇帝洋彩，你看他这个虽然说道光有点弱了，但是呢道光一朝的瓷器呢可圈可点，它其实就是除了有节令善法的高光时刻，但还有这些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供瓷的这个领域里边还有一些精彩的不得了的这种洋彩繁复，它虽然不是乾隆那种热烈奔放，但是它有自己的这个本朝的特别明确的特征是吧，这种东西我们隔着大老远猜也得猜道光啊，也非常精彩啊，这是年鱼的那个啊，这个漂亮，
对，多漂亮，嗯，记形硕大，这俩小鲶鱼儿啊，特招人喜欢啊，双鱼的啊，这跟那个都是一系列的啊。哎，这是个嘉庆款的。哦，一样，嘉庆道光，家道无分，你把这款挡上，这反正猜不了乾隆。嗯。真漂亮，嗯。这是一个挺贵的。哼。这尺寸跟那个奎丰大碗差不多，应该是一个尺寸。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要不主要是看一下在线人数。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很特殊的船办，其实这个明确的是船办，那就是船只给我办来是吧？是某一个事件，太后老爷过生日，还是同志结婚啊，或者生儿子等等吧。那这个呢，就是很明确的，同志大婚了。我们说过很多次的这个，在直播中讲过很多次的这个关于同志大婚的概念，比如说，烧过两次啊，这个爱卿有了警服是吧？赔了夫人有了兵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由于老佛爷对自己亲儿子的热爱，哈哈，这个。对这批瓷器呢要求呢极为高啊，很高的要求。同治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为自己婚礼定烧婚宴用瓷的皇帝啊，记住这个概念哈，到了这个他就完全所有的制式都是，包括这个设计啊什么的，都是从头开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景德镇大概的知识是吧，到了咸丰呢一折腾是吧，连那个御窑厂都没了啊，到了这个同治五年啊，四年五年吧才开始有恢复啊，这个接的这种单子啊，这是要了亲命了啊，老佛爷的要求很高。所有这一个展柜里边的所有瓷器呢都是为同治结婚啊大婚定烧用的，这种欢天喜地的是吧，满画黄地儿啊，粉彩蝴蝶纹啊，加上喜字的呢，一看就是结婚用的是吧。细节非常丰富，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假货挺多的啊，假货的高危，但是呢目前看假货呢还缺那么一点点啊，还是没太达到真货的这种整体的水平啊。比如呢啊，比如说我，哎呀，我不太想说这个，我说多了这个就又精进了是吧。对，我还知道几个点是我至少我还不想，哎呀我别说了，说多了不好啊，对，我就不说了，至少是我通过这几个点我就很容易能分辨出来了。那你说点简单的给小白这个。简单的其实还是一个对蝴蝶的一些细节的刻画，它还是不是太到位。它这个细节呢有，它在粉彩上有描金，有些这些蝴蝶翅膀上的一些经脉啊，小点点啊，各种颜色的表达，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每一个细节也都不一样啊，角度各方面的都很精彩啊，包括这些彩的色阶啊变化都很透亮鲜艳。这些小细节呢都需要你静下心来去做。包括一些黄，这些还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点吧，就是它的黄地儿不匀净啊，它的黄地儿不匀净，大家仔细看。它厚的地方比较偏黄，薄的地方呢又偏绿。这种状态呢它是一个不自然分布的不匀净啊，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其实就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工艺水平达不到啊，它想匀净，但是呢确实是有点，它毕竟嘛，它的太平天官一闹是吧，这个整个大火一烧，这个御窑厂都没有了，那它的这个技术断层，人才断层，包括一些原料的断层，它都临时百废待兴，它重新建起来这个御窑厂的时候，它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呢很多东西它都它都会有一些不是太好，就有些仿的会做得太好了是吧。也有仿，专门仿这种不匀净的，但是呢你需要这种事儿就是
我告诉你怎么分辨，你一学就会，然后你一用就废，就是你不能，你不能，就是那个走钢丝的人告诉你就这样左左晃晃右晃晃，然后人家就上去了3000米，那大两个山中间一条钢丝，人家走过去了，你走吧，他给你讲所有的知识点都给你讲到了，你去走去吧，对吧？你不是还是掉下来吗？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只是告诉你，但是你不能操作，你不能实操啊，跟打拳击也一样，他给你讲泰森天天给你上课，你去打去吧。对吧，你跟你讲了好多所有的这个拳击的秘技都告诉你了，他用他就是神，你一用你就是废物，让人打的都找不着北了，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只是说一说而已，最终落实到实操的时候，那就是见真章的时候。为什么你看我们很多大行都几十年了都在行业里边，就是因为人家稳扎稳打，各方面都很稳当，所以就不出什么大差错，就常青树嘛。这种喜鹊登梅的呢，包括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啊，不对，我们的展厅，还有大号盘、中小号的，还有这种杯子，其实还有这种水仙盆啊等等的，它都是在清宫档案有明确的记载。你看这块写的呢，可能看不太清楚啊。中多少个，盘多少个，大海碗多少个，什么都有明确的数量跟制式画片啊，这个宫廷画师画的这个样子全都在啊，档案都很明确。所以这种喜上眉梢的这种，或者叫杏林春宴都可以啊，这还是这个喜鹊啊，喜鹊啊，这喜鹊长得还挺明确的，是喜鹊。欢天喜地的嘛，这种热烈喜庆，让人谁看了都高高兴兴的欢愉。为什么官样玉瓷跟南博的那个封面我们都发现都是用它来做封面的，它是有道理的，是吧？确实是振奋人心啊，一看了之后都高兴。这一看就是给婚礼定烧的哟，你看后边这个贴满了这个大哥的签儿，是吧？这个它的来源各种啊。都满了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对，这个大萌的来源啊。待会儿扣一个贴我们家饭碗上。这一棵树，它其实啊，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艺术家啊，就是甭管从杯子上画，还是小盘子上画，还是我们的这个水烟盆上画，它的枝干是都不一样的啊。像这个大盘，它的像一张纸一样，它的。让你发挥的场地就非常硕大，你可以随便发挥。那它的这枝干画的非常粗壮，我们这喜鹊也是各种姿势，是翻天覆地的啊，都特别的欢愉。艺术水平呢也非常的高，它把这个分成了三部分啊，你看跟这个跟奔驰似的啊，把这个构图画的既饱满呢，你又不觉得太闷得慌，它还是有透气的。地方，那所有的细节呢都值得玩味。这一块盘子能让你看半天啊，每一个。这是那个帝后用瓷展上那只吗？是帝后用瓷展那只，这不是写吗？玉堂佳期，不看玉堂佳期没有用，主要看这大萌爷这个就可以了，只要有大萌爷的签儿啊就可以了。这个里边有各种各样、各种形态的这种喜鹊啊，它都飞起来了，准备飞起来了，还有藏在花后边的哈。这一块盘子你能看半天，里边的很多细节包括彩的运用，它其实是一个暖色调为主的画片，但是它为了平衡冷暖呢，它里边还点了很多冷色系的这种，有点像松石绿的这种花蕊，所以我们从画艺、画风、技术跟包括这种状态就能相对来说能得到一个相对正确的答案、这东西对不对？ 有朋友要看一眼杯子，刚才这个杯子讲过了啊。这个杯子，你看，这个杯子其实有两种制式，我上手就是很明确的两种制式哈。一个就是这种粗壮的这种树枝的啊，这只也是，哎，怎么没贴我签呢？这只对，这只也是我不提了啊。这个粗壮的树枝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的，就是这种。这种的飞雪细的，拿这个吧，就是它那个树枝呢比这个稍微再粗一点点哈，就是不是这么粗壮的了哈，有两种，而且它的器型有略微的差别啊。这种杯子真的是如果遇见一个呢，遇见一个少一个啊，基本上有人问这种应该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30万一个，
啊，我说的是非常30万上下是吧？30万上下，对、嗯，就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范围。因为我们那会儿多少年前了，就是口罩之前都拍到25、26万一只了。你想想现在都隔了多久啊？然后呢，我们就看看这个。有人问这是哪里？啊，这是我们的线下浴池资料馆。如果您想参观呢，我们在工作日是免费开放的，周一到周五，周六周日呢需要预约。我们的这个浴池资料馆呢，就在北京市朝阳区啊，山水园东园的底商。具体的地址呢，我们可以某度地图啊，某度地图搜这个玉堂佳器就可以找到，四个字玉堂佳器，您就能找到很明确的位置了。欢迎大家来线下参观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做讲解的是我们上一次讲解的下半集。今天来的朋友都来着了，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将十几二十件的重器，每一件都超过大中大几百万啊，300-400万以上，400-500万以上的都有，的重器啊、每一件就我只要手一哆嗦，咣当，你别哆嗦，我一哆嗦就大家就我这个段子就火了，是吧？我这直播就火了啊！总价值估计就那几千个 W 了吧，至少是能满足大家的，都是重器，哎，能满足大家的期待。我们现在还在预热阶段，我们现在在讲同志大婚词。如果大家对这个玉堂佳器，我们线下的这个展厅啊，所谓的展厅，我们只能叫展厅，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了、大概有个200-300件的。官窑重器啊，常设展啊，一直在这展览，给大家提供学习的机会。如果大家对这感兴趣呢，如果想大家来线下学习，甚至像我一样上手呢，我们就加入我们的玉堂佳器会员。我们的会员呢会有很多线下活动，比如说线下的沙龙啊，线下的培训呀、一对一的讲解啊，上手瓷器的这个讲解，甚至有一些鉴定工作，都可以在会员中展开。然后如果想加入会员的朋友呢，记得给我发个消息啊，我告诉您如何加入我们的会员。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学习的场所和机会啊。你看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讲，我们说了这种喜鹊登梅的呢是大婚瓷里边特别亮眼的一个品种，大家谁人见人爱，大家都喜欢。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一个小牌，这个我印象很深啊、之前这种东西呢就是真东西特少见。在嘉德之前拍过一只，我知道货主是谁，我朋友，他是两半了，就整个掉地下碎了，碎成两半了，然后拿锯子锯起来了，当时就拍了一个很贵的天价，因为那只是真的。所以呢聊到瓷器的价格呢，这真的是见仁见智，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这东西值这么多钱吧，那有的人就很明确，只要这东西是真的，那它到底值15万还是20万还是25万，它大概有一个范围，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多花点，或者我觉得都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你要买到一个真东西是吧，因为尤其在咱们国内大家都知道生活的阅历，你说便宜的基本上就是全是坑在等着你，尤其是这种品类，我觉得它就是特别、你只要是中国人都喜欢，它特别喜庆、然后又难得说是真的，或者说是它再加上它又是全美品，那可能抢的人就多一点。抢的人就多了，那自然那价格就上去了。我们有几个作为例子吧，就是这只盘子嘛。这只盘子我们是52万多加人工金。大家想想有多少人在抢。因为这个我们拿到我们的这个每人应该有一本书吧，就是这个官窑玉瓷突然卡了是吧，因为我有两本啊，官窑玉瓷的封面，那书现在10000块钱一本啊，它的封面就是这个啊，为什么千选万选的它呢，就是大家都喜欢，所以这个我们能可见一般都能想象得到，为什么一只杯子30万一个盘子50万，它就是大家都喜欢嘛，尤其碰到真的，就是假的，你可能10万块钱就能买到一个啊，挣你95000，基本上是这意思。这种黄地兰花的，我记得我年轻那会儿买过这种杯子，哎呦，当时可便宜了，10000多块钱买一个啊，这种黄地兰花的杯子，哎呦，想起来真是那时代真好啊。然后你多少钱卖了？保密。黄底兰花的这种折枝兰花的啊，也是非常漂亮。这就是典型的，这也是参加过
这个同志大婚，这个庇护自斩的，庇护自斩的参加过的。想看重器的朋友别着急啊，因为后边东西很多啊。我们慢慢讲，因为这个对，别着急，时间来得及，咱们慢慢讲，就掰开了揉碎了，就是这样呢，我们能建立我这就是我的观点，就是能尽量让大家看到高清的更多的真品，这样呢能建立一个感知，就别上当啊，尽量的我要讲很多概念性的东西吧，就涉嫌给大家洗脑了啊，涉嫌就胡说八道了。我发现有很多就是我看到比如仿的不太好的或者假的，它就是过于鲜艳，对，就是饱和度相对来说水彩笔画的一样啊，你还要分别去看，像这种也是这种五福捧寿，这寿里边还有吉祥啊，吉祥万代啊，就是万寿无疆啊，万代，你看万字跟这个寿带，然后边上的福寿连绵啊，你看有福有寿啊，这种都是很吉祥的寓意，这小蝙蝠画的真好。这种东西光绪也有啊，光绪是继承了同治的这种制式，整体呢质量比同治的稍微差一些，写光绪年制四字款的也有，多漂亮。这只这几只也都，这只都，哎呀，这只是我的。有人问管理的东西都不卖吗？对，有一些咱们管理的东西是这样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就像我或者我的跟谢老师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我朋友的借来借展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原则上是不卖东西的，但是呢有一些是朋友的呢，就可以问问朋友允不允许出售啊，但是这些东西呢需要我给你们搭个桥，然后你们自己或者说是我帮你们去谈谈，问问人家要不要卖，如果人家愿意卖，您愿意买呢，我中间也不拦着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个态度。因为毕竟这样在我们的管理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背书啊保障的，是吧？因为我们的这个入展的这个太严格了啊，严格的变态了，所以就是一个强保障啊。这个也是跟那个杯子是一样的画片，万福万寿啊。对，我们的地址就在山水文园东园，离大邑挺近的，离大邑非常近，大邑旁边，离大邑有30米。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刚才对，就这边还是啊，这边还有一部分大婚，其中有一只呢是，其实这两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除了这个闽头缸，还有这个我们的庄联的那只白紫茶缸，都是非常重要的展品之一，在这个区域内啊，就是这个同志大婚这区域内。闽头缸呢，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河南卫视的这个华语之门的节目，也专门介绍了这只闽头缸，也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它的，包括它的烧造的数量啊，这种东西其实很难想象，大家哈，来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状态是这样的，盖上盖，很难想象它的整体烧造数量，就是大家让给大家弄一个有奖竞猜，捧哏有奖。有没有大家能猜得到这个当时烧造了多少件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明确的清宫档案所记载的啊。4件，不超过10个。你看看这个，就等大家来回答嘛，大家看看有没有人能猜到正确答案啊？我先慢慢讲哈，一会儿要告诉大家答案。这个东西总共烧了多少件啊？这是一件全品。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的啊，就是。我可以这样拿，因为我很熟了，但是呢规矩上还是能分离东西一定要分离，比如茶壶的盖啊，像这种盖缸的盖啊，都要分离开拿，这样比较安全。闽头缸就是放啫喱水的，或者说是放发胶的哈，这个榆木的爆花搓这种爆花水，那老百姓家也用，然后皇帝家也用啊，这一看就皇后用的，固定发型用的。所以这种东西呢大概就没有什么吞噬量哈，因为它有没有人猜对啊？没有。猜的有9个的，有8个的。啊，
我们先说说正确答案哈、啊。这个清宫档案明确记载啊，这只烧了四只啊，只烧了四只，因为它就是皇帝的妆，皇后的妆帘嘛，它化妆品柜、化妆台上用的啊，这个抿头缸啊，蘸那个爆花水啊，这个固定发型用的。有人说对，有人说对。嗯，固定化发型用的，所以这个呢就凤毛麟角，它的存世量。看看盖儿。嗯，我们把这个分开看啊。嗯。它就凤毛麟角，存世量就非常低哈。这一件是经过我们鱼塘佳期明确啊认定过的，这是四分之一。它还有一个很好的来源，它就是很早年的瀚海，大家也都知道，瀚海就是咱们的北京龙商店，九十年代的来源。非常好啊，甭从修竹啊、胎呀、啊、什么釉啊、彩呀、啊，就一眼大开门，这种东西就，它的鉴定难度非常低啊。同样的呢，我们这个概念都说过很多次了，因为它同样的纹饰，它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器型，大碗、中碗、小碗、盘子，甚至勺子，是吧？这一件呢是这一件我印象很深啊，嘉德刚拍完的，我也参与了。因为这个有冲线，没出太多的钱。因为这件东西呢，为什么要参与呢？它的开门程度太高了，它就是特别典型的这种皇帝万寿的这种大碗啊，就大碗招人稀罕。对，在家里摆着呢，器型大，在家里摆着也是，对，陈设效果非常好，从制年制四字，矾红款，真棒啊。所以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吧，你一定要看大开门的东西，看老东西，去瞎逛是吧，各种人给你洗脑啊，就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张老师、李老师、王老师、赵老师这帮人的理论又都不一样是吧，互相又骂，这个你都不知道听谁的了啊，所以这个大家捋清楚，最终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最终以东西出发是吧，这东西要是最好的老师啊！你看一堆妖魔鬼怪，你好家伙，眼睛都看坏了。桂子兰村小葫芦，这一只呢是应该是那一年的网红杯，是吧？这个大家都在热议，到底是谁买走了？巧了，周老师买走了。我们村长买走了。当年呢大家会认为很贵啊，当年拍了34万，大家会认为很贵，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概念，这只呢是现在目前见到的孤品啊，应该就是这一只了。因为这个五彩白紫这个茶盅，它呢烧到了八对啊，八对呢就是16只，但是我们经过战乱啊是吧，那可能现在就剩下这一只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镜头擦一下，怎么擦吧，拿你的衣服。对擦一下。我觉得有点雾气着的。里边呢画了40多个孩子，是40个还是40多个，会好一些。底款呢是吉祥如意。你这个怎么还晃悠啊？因为它是自动调重心的。那我觉得你不如拿手拿着，就是这个，这一直在颤。还行。吉祥如意啊。那在那个替网友提个问题，我在网上老看到有人就是一问到这个官窑就问，这怎么没有火石红啊？火石红的。火石红是它跟它胎土里边含铁量有关，胎土的淘洗跟一些不同品类的官窑对胎土的这种配方的不同而产生的这种最终的这种效果，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这个就是就像人一样，你说有的人脸上有痦子，有人脸上没有，但是你不能说没痦子那人不是人，是吧？所以大家有这意思。这个火石红不能作为一个鉴定依据，说你没有火石红就是新或者是老。这个只是叫因物而异啊，不是因人而异，是根据某个所有不同的东西是这个是不一样，而且包括它的含铁量的高低，包括它的火石红呈现的状态也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需要存在脑子里。很多事情大家的习惯都是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二三，然后这件事就解决了，
就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是很庞大的经验积累的。我不能，我能告诉你一二三就解决了，那是骗你们啊！这个很难解决，这是需要这个不是，对，就是是很庞大的，不是说三你练个三天两早我能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的啊。哎，那我理解是不是最越高品级的官窑出现火烧红的概率越低？嗯，可以这么理解，但有一些乾隆的，我印象里边的一些大运瓷，它也存在，有一些包括有，尤其是那种黄底绿彩的，它就多见啊，不绝对，但是是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啊。这个万寿无疆啊，这一看就是啊，长春同庆，那就到了老佛爷这块了哈，五十六十七十大寿，相对来说的这种。给他定烧的这种东西就多了，就包括这种盖碗。其实这个盖碗呢就非常的好，老佛爷的关心我猜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外边看的时候呢，万寿无疆啊，长春同庆，这没什么特殊的，是吧，一看是皇上家的，但是呢你打开呢，老佛爷瞬间就龙颜大悦啊，你看里边蝶恋花啊，满会，他一看就是一个女人主导的一个朝廷，讨老佛爷欢心的，是吧，心情立马都，哎呀，赏！这适合喝个碗杏仁茶。老佛爷高兴了，赏！这里边一掀开，又画了一堆臭虫，完了，斩！到了这一块呢，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桂子兰村，随便说了一句哈，他这个，因为他这个《清宫档案》就是这么写的，黄地桂子兰村，葫芦瓶啊，这种小葫芦瓶呢，它从两寸、三寸、四寸、五寸、六寸啊，包括这个一尺六寸，然后两尺这种，一直到你看我们之前拍了一个节目，跟河南卫视拍的，专门跟冯老师拍的，冯博，我们去颐和园的那个博物馆，它里边就是最大的那个六十公分的啊，半米多六十公分的大葫芦瓶，跟那画片一模一样。它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就是那种套娃似的啊，不同尺寸。清宫档案里边就写的就非常清楚，是吧？哎，里边有这兰花啊、桂花呀、什么桂子兰孙嘛，富贵吉祥。这屋里有蚊子，咬我一倍儿大一大包，哎呦喂，真烦人。底款呢写的是永庆长春，你看这一看就是老佛爷的故事来了啊。哎，对。所以这种东西呢就也少，存世量也少，它烧造的那个数量本身就少，那种大葫芦瓶，这个葫芦瓶啊，这是倒数第二号，还有一个比这更小一点的，那个大葫芦瓶那么大，就是能装天地啊，孙悟空说的那个，对，精细不是流灵日虫那个那么大啊，半米大的大小的，但这种呢就是这个烧造了150只。光绪的内外交黄的扎斗，这个就是很明确了啊，这个清宫档案记载，这个我们都烂熟于心，是吧，150件，当然里边还有一些次色呀，一些都稍微的差点的好点的，也是存慢瓷呀，对，这个呢，这个当时是烧到了35只，这个量就更小，基本上存世，我就这只是我很早就买的，按克的，它这个海水江崖福山寿海，你看这个寿桃，包括这个蝙蝠万寿啊，就画的极细。虽然坏了，但是我就唯一找到这么一只，我没再找到第二只啊，所以就是它的烧造数量太少了。它还过枝，这块还画了过枝的这种暗刻的福寿，这种扎斗。你看这种扎斗吧，我们说扎斗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说是扎斗。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那个我们的。不敢说镇馆之宝也差不多啊，那只康熙的苹果尊的时候呢，它其实都有这个概念，可以当扎斗啊，一些食物残渣啊、瓜子皮儿都可以。它另外其实还可以作为花插，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装饰性很强。皇上家不能真弄一大坛桶是吧？跟那儿放着就很不雅观，所以它也可以当扎斗，当然也可以做花插，这种花囊都可以，很漂亮。有几个东西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拿得出手的孤品。你看这个国宝帮最喜欢的台词是什么呢，就是故宫一件我一件，是吧，
这个呢还就真赶上了啊，真赶上一次，我们也拿出来吹一下，这只还真就是故宫一件我一件，故宫对岸故宫一件我一件啊。这个呢，清宫档案很明确的记载了这只花盆烧了四只两对儿啊，这是给谁烧的呢？我们一会儿来看细节哈，我们看底款就知道了哦。体和殿制，体和殿制，翊坤宫跟这个慈宁宫中间啊，这个老佛爷不是闲的是吧？这个弄了一个小厅啊，作为平常玩玩手机啊，这个放松放松的地方，打打官弹，看看看，对，打打官弹什么的，打打麻将啊。平常呢要装饰一下这里边，所谓的体和殿，我们去查一下清宫档案就能找到哈，这个呢一共烧了四只两对儿。它这什么叫两对儿呢？就是镜像 X 轴 Y 轴，就是以 Y 轴为镜像的两对儿。那这个呢就很明确，在对岸故宫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啊，巧了，是镜像的那只。然后这一只呢有无数个来源啊，这一只呢你看有早期的瀚海啊，它的出处就是瀚海出来的。瀚海就是大家要知道是我们的北京文物商店啊，文物商店的库出。而且这一支呢也经过故宫出版社的出版，所以这一支的甭管是来源还是存世量，也是我们在晚清这一块这一个板块里边的镇店之宝啊，镇店之宝，这一只花盆呢，可圈可点，然后呢，存世量基本就是孤品了。给大家转一圈，转一圈，慢慢展示展示啊。就是它的来源很过硬，然后呢，也经过故宫出版社的出版，也跟清宫档案对上了，也跟台对岸故宫对上了，所以就完全。作为一个标准器来提供大家展示和学习，它的你看它的釉上这种黄彩也是不均匀，然后这个花卉花的倒是非常精彩，口沿哎非常漂亮，这是精彩之极，体和殿制啊，孤品呐、啊，没谁了，哎，你看底下我这个。我的小芊芊，旁边的制式跟它类似，就是老佛爷他需要弄点花啊花盆啊，还需要这种大盘，你去大家有时候我推荐大家去这只你看火也推荐大家去颐和园玩的时候一定要去这颐和园博物馆去看看，里边有那种特大号的这个大瓶子大盘。大盘直径，好家伙的、哦、啊！储秀宫制是吧？那种大盘也推荐大家看哈、啊，推荐去看看。有跟那个慈禧老佛爷一起合过影的，上面摆着好多水果的那种啊，大家去看。嗯，它这个体和殿的这种黄色就特别特殊，对，此一份。对，它这个也是这个不同尺寸，我看的有那个清宫档案记载的，包括那捧盒，你看你那个暗刻的那种柠檬黄的捧盒，暗刻的也有。下边呢就是这个，它应该也是带盆帘的，这种带雅斋的是吧？哎呦呦呦呵啊！这个好像不带盆帘，是吗？这个尺寸，哇！哎呦，太沉了，这一个又得有十斤、嗯、啊！看那使用痕迹，应该底下没有盆帘了、啊。嗯，这个太大了，是吧？对。哎呦呵，真精彩！你看它这种脱彩，就跟那个白的一样。你看，跟那个白地儿的那个脱彩状态都一样，它这种瑕疵都一样。我们包彩，对，我们这个晚清帝后用瓷展上呢，有一对是白地儿的这种啊，这种小包彩，也是、大鹏老师给大家多辛苦，蹲着捧着二十斤，这种鹦鹉哈，特别的哎，你看它这跟那只跟那一对一模一样，它这个彩。我们看多了这个彩之后呢，我们就能总结出经验，包括那种葫芦瓶啊，大雅斋为什么是我们其实我个人很推崇的一个容易被大家遗忘的板块，就是到了晚清之后呢，它虽然没有了康雍乾时期的那种霸气的那种那么精彩的东西，但是呢，大雅斋真的是独树一帜，它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老佛爷本身的一种特独立
独立，这叫什么？很独立的，特立独行啊！对对，特立独行，很独立的这么一个审美，个人审美，确实还是很美的。它的一些用色非常大胆，比如说像这种耦合地儿啊，包括一些描绘的这种，尤其到了晚清之后，这个铜光中兴，它虽然江河日下，虽然这个朝廷江河日下，但是它的一些生产这个科技它还是进步的，然后又诞生了很多在这个领域里边非常精彩的瓷器。其实大雅斋这个板块其实是我觉得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的板块啊。哎，你看他这个鹦鹉画的这个表情很凶。对对对，特别严肃，这就是慈禧老佛爷本人啊。然后它是一种西洋，有点西洋装饰啊，对呀、啊，对，这是很明确。你看我们老佛爷的合影的照片，你就能看出来，他跟各国公使夫人的一些照片，他对西洋的东西很接纳的，包括一些爱拍的照片啊 ，cosplay 啊，装个观音菩萨什么的，这些都是中西交融，最后达成了一个最终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产品吧，或者说是艺术品，它还是很精彩的。这是，所以我觉得大雅斋这个板块它诞生了很多特别精彩的官窑品类，尤其它的这个特立独行，因为这个朝廷是女性说了算的时代，所以它诞生了很多特别精彩特立独行的这个官窑产品。那我们渐入佳境啊，我们要从万历到嘉靖，渐入嘉靖。来，我们要喷点这个薄荷之后，清醒了好多。大概给大家捋了一遍我们这边的供瓷和传办，那我们终于来到我们要大说特说的这么一个区域。虽然说不太爱说这个每件，说你跟他说多少钱是吧，但是呢经济价值啊，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啊，甚至文物价值，它都至少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它至少如果我们非要有一个东西来衡量它的话，那我们只能拿它经济价值来衡量它啊，是吧，它可能在某个量级的存在，在这个量级呢是非常客观的，是市场给它的出的最终的一个答案。那我们不说它的交易，不说它的金额呢，也可以只谈这些，但是呢我们说出它的大概金额的范围呢，能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在这个时代这个领域里边相对的一个重量级的存在，是吧，它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是一个衡量对比价值，它至少是同等重量的黄金它更贵，这事好理解是吧，他可能也就值，他就拿起来之后感觉三斤啊，三斤金子多少钱，然后到底他多少钱，你肯定换算一下，他甚至比金子更贵是吧，没事没事，不用你这开多了我怕我忘了。大清雍正年制啊，这种把杯啊，来我稍微给我个镜头，这种所谓的把杯是吧，他如果说他最流行的时代呢，肯定我猜肯定是元代是吧，刚当啊，就开始的就干上了啊，有包括这个官窑啊民窑啊很多啊，这个很常见的这种半杯啊，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买这种标本元代的那个书府釉，就是能买到很多这个半杯的标本，它里边那个这把跟杯子如何接的，你都能看到那个工艺啊，特别好，碎的特别多。这种东西呢，就到了雍正了哈。我们看看这个雍正把杯啊，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能看到一些端倪了啊。青花款啊，这个就我们能看到你刚才说的所谓的火石红嘛，这个就还是很明显的啊，虽然不匀净。不规则，但是呢它很明显的存在这种火石红，它还是一个铁元素的析出吧，通过它要呈现不同的釉色，或者承载不同的釉色，承载不同的工艺，它之外它的胎土肯定有一些配方的些许的变化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这种红釉的火石红就非常的
常见啊，有很多东西其实它是火之红是不见的哈。这种红釉呢，我们给大家通过我的直播，应该是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包括过两天，明天后天，明天晚上我就给大家讲那个我们拍卖的预展，就有一只雍正的红釉盘子，哎呀，非常红啊，比这只还红。那这个红釉，这个它各朝各代颜色有区别吗？那肯定有区别，就是很明确的，你看这个乾隆的，哎呦，这个乾隆，你看红多了吧？哦，哎，就是，哦、是咳咳。我们说，哎，我那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熙在那边呢？啊，应该是在的吗？康熙的香碗。啊，不是，红的盘子，红盘子。嗯，放哪儿了？康熙的那只红盘子哦，还没拿出来呢，可能是刚入库的，我们要先编号拍照。肯定是从康熙开始复烧，就是复烧成功这个永宣红釉。但是呢，如果你说它稳定鲜艳呢，就到了雍乾时期最稳定，当然康熙也能找到。其实雍乾也烧了很多不红的，就是红釉还是相对来说很难烧的。到了雍乾时期呢，它就更稳定一些。但是到了嘉道呢，就开始，尤其道光就变成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就不红了，灰了，它就。哎，包括这种啊，这种一看就仿成化，哈哈，你看这个。哎，它这个点染点的好漂亮。对，仿这个塑料的这种片儿，还是这种十字杵，包括边上的那个轮落伞盖花冠鱼肠啊，八宝的这种，哎，乾隆官窑的典型器。我们这个色稍微有一点点色差，这个盘子看上去其实现实中没有那么艳蓝，但是屏幕里看着有点艳。没事，手机还是有点差距是正常的，不像我直播间是不允许有色差的。你看这瓶子特别红了，从手机里看。嗯，没事，这个大家看到大概是这意思就可以了。我们就开始要讲一些重器了哈，这一支就是我们的重器开端。那一年是嘉德拍了一只，大义拍了一只啊，两百，对，当时是220万落。但是我想想为什么我觉得这只的特别值呢，一个是这种东西它一看就是赏瓶嘛，我们能想象到它的器型，它就典型的赏瓶，玉堂春瓶的器型一模一样啊，就是你只要按照它的这个边线给它画出来，填上青花呢就是乾隆赏瓶。但是这种窑变到这么精彩哈，这个你梦幻中的这种蓝中红中闪蓝，蓝中闪紫，是吧，像这个瀑布一样，像银河一样，你激起你各种想象的不同的那种心境就很难得啊。就是而且我在我印象里，这种的拍卖出现到这种东西的数量级也极其少，就是他照着那个赏瓶的，就是天壤之别。赏瓶，我猜每一季拍卖，他准有，乾隆的，恨不得他从乾隆，他从雍正是没有了，雍正现在全质量只有半个，从乾隆一直给你弄到宣统，他恨不得他都有。但是这种窑变呢，像这么精彩的红艳丽到这种程度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哈。但当时拍呢是220多万落锤，再加上佣金等等等等，那价格，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价格是还挺值的，底芝麻酱底是吧？咱们老开玩笑说的啊，芝麻酱底。我立即拍下款。款呢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啊。看底足。圈足的这种打磨痕迹非常明显，是吧？它会出窑之后还要再收拾收拾，它有的地方。仿佛很粗糙，但是摸上去是很细腻细腻的。对，因为它这个200多年，它这肯定是氧化呀什么的。它出窑之后，它有明确的打磨痕迹啊，它要收拾一下。有人问，现在乾隆的缠枝莲赏瓶是不是都接近200了？乾隆的缠枝莲赏瓶100多万就买着了，100、150、160、170、180都有可能，因为它的跟它的质量有关啊，因为它存世量还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照这个存世量基本上。啊，朋友们，这是赏瓶还是天穹瓶？这是赏瓶啊，这是典型的赏瓶。天穹瓶的器型还不太一样。对，玉堂春瓶嘛，这是典型的赏瓶的器型啊，这种东西就基本不见。你这么多年拍卖会，你见着过吗？就这一对啊，对，就这一对，而且是很明确的叔父，是吧？那老照片里都有，就基本上没有啊，所以这个就。
就少见。这对小牌呢买的也算够早的，21年啊，就口罩那年。其实这对小牌的就是非常精彩，外边呢是啊，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画片啊，外边是青花啊，这种你看它还是仿程窑的感觉嘛，你要用非用文字描述它肯定要加一句仿程窑。淡雅。啊，对，它里边画的主题纹饰是这是一对啊，我们就拿出一只讲就行了，因为这俩都长得一样。外边是满池蕉啊，所谓的荷塘鸳鸯，但这种荷塘鸳鸯呢还是跟佛教息息相关啊，有很强的关联。上边呢这种龙纹，你看这龙纹一看就不是大清朝的龙纹嘛，一看就程窑仿程窑啊，是明代的龙纹、啊、你看这个火之红在哪儿呢，嗯，这个脂质量特别高，对，特别高，如凝脂，一个黑点，对，它这个胎细如凝脂，它一点火石红都没有，它的陶器钛就一点铁元素都没有啊，气死啊，或者气死。里边呢也是啊，你看荷塘鸳鸯、啊、画得很灵动，对啊，这个就是属于雍正官窑的精品啊，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尺寸能见到很多啊，大尺寸的也能见到，但是这种小尺寸的这种成对收藏的就凤毛麟角。这个当时拍的好像挺便宜的，160，嗯，对，160落锤，加人民金呢就180啊，180多啊。对，这要说要斗彩那就贵了，那就更贵了，这样。对对对，嗯，这青花就很淡雅，而且还难得，这个是一对卧足的。对，这个是两个方向的审美，你非得说青花美还是斗彩美也不一定。有的人觉得斗彩艳俗，有的人觉得青花更清雅更高雅。不一样，这就是你方向选择的方向而已，并不是说谁更贵啊，就是说经济价值上啊，很漂亮的一对儿。我们现在这个区域呢，就都是大家，今天来直播间就来着了，给我个镜头。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高光时刻，后边我们讲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说俗一点，市场价非常高的啊，这单件的都很贵的东西。在我们的展厅展出，如果大家感兴趣呢，来我们线下展厅来参观，我们的地址就在某度地图搜玉堂佳器就可以，在北京长安区啊，这个山水文园东园这一块还有呢，就是还有个阿婆婆呀，还是给大家做广告啊，因为我们都有需求去，比如查阅一些博物馆的资料啊，高清图啊，包括一些拍卖成交的记录啊，我们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多宝阿婆婆啊，这个非常好用，多宝古瓷宝典啊，这个大家去搜索就可以了啊，非常好用啊，搜索很智能，而且最重要的它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常用的一些软件都是收费的啊，我们想查一下成交记录啊，包括一下想查一些博物馆资料，它都是收费的啊，它要不然都给你隐藏了，你必须交钱，这个是免费的，都可以查得到，查搜索也很智能，你搜一个康熙五彩光出来很多高清啊，非常好用啊，大家有兴趣这方面你需要拐棍呢，你就用一下，很好，免费的嘛，不用白不用、啊。而且是除了拍卖的记录以外，还有一些馆藏博物馆的。对对，博物馆资料、高清资料都是。大家可以对比对对，就是你为什么老说这东西对或者不对，大家自己去看嘛。这种米黄釉啊，这种米黄釉的，这也是雍正的一个高光时刻哈、啊。雍正的这些单色呢都很精彩哈、啊，他把单色有他把。他其实雍正是把单色跟彩瓷，我觉得都能做到一个巅峰的状态啊，这是一个单色的，品类啊，这种米黄地儿是吧？包括胭脂水啊、柠檬黄啊，我们想起了雍正的一些大名品，都大家都能想得到，所以这种东西呢，就这个有朋友提问说，多宝可以把自己关注的收藏建一个收藏家就好了，有这个功能我们正在做，有这个功能，就是大家所有提出来的正向的能增益的功能我们就都可以研究采取啊，然后研发。这一支呢是我这是哪年拍的了，21年，你看这也是口罩那年啊，拍的很
你就是这只买的很满意，因为它的这个质量太好了，像新的一样。黄地绿彩暗刻庭院英系纹的这个雍正官窑，你看大清雍正年制。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了啊，这个有个小名呢，它叫黄八子啊，大家有印象。敲锣打鼓的啊，吉庆的，欢愉的，小孩在后院里边玩。这种东西呢，从康熙就开始烧，但是康熙的小孩呢，相对来说比例小一点，整体的就没有雍正这么漂亮啊。这还是雍正的黄八子最漂亮啊，甭管是从釉色呀、画片啊、比例呀、器型啊等等，你看这内黄，哎呦喂，还带隔离光，很精彩哈。这一只呢是我们买到的，我们这那年我印象特别深，是特别满意的一只。那年好像价格都很贵。啊，都合适，哪有贵的？那会儿这一只好像不到100万，买少了，九十多万好像是啊，我记得是九十多万。现在想买少了。嗯。哼。啊啊，好。斗了一大碗，斗彩啊，所谓斗彩呢，就是顾名思义哈，釉下青花，釉上彩的这种蒸汽斗艳的这种状态。你看它还有一些粉彩的。晕染啊，就是能用上的炫技之作啊，能用上的技术全用了啊。然后拍个近的，拍个近。对，你别动，你别动。我得在这光下边给大家展示。嘿，四开光里边画的是四季花卉，春夏秋冬啊。春天的牡丹，夏天的荷花，然后这个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整个就它交代了一年啊，一年给人们哎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感受，在这一只大斗笠碗里。这款写的真漂亮，这款写的非常周正，是吧？挺拔。雍正的款走极端啊，它有大部分它还是规整的，但有一些写的歪七扭八的也有。雍正斗彩的那些盘子，我见过写的。不怎么样的官窑块我也见过，挺有意思啊。里边是斗彩啊，蝶恋花嘛，这么一只器型硕大的斗笠盏啊，是雍正官窑的一个。慢点，慢点，慢点，吓人。标准器啊，吓人。没事，我手上肯定有准儿。这个就不太对，就是不太好能看清楚，它是雍正斜笔子。雍正斜笔子，大家能看见？哎，这暗、啊、还可以，还可以拍出来，挺清楚的。雍正斜笔子暗刻佛八宝啊，轮罗伞盖花冠云长，这种有暗刻龙纹的，有暗刻佛八宝的，有不同的器型啊，盘子碗的什么都有。朝歌晚酒朋友问这个是多少钱拍来的？您可以在多宝上查一下。对，您看一下。去多宝阿婆婆查一下啊。哦，这磨损。对，嗨，这本身磨损太正常了。人家皇上真用来着。当时拿这盛过这个炒饼。想看珊瑚红的朋友不要着急，很快就要到了。到了啊。这一对是高修那对，就是买的特便宜修复。但是很少见这个。还要少。这特别少。右下市场上好像就这个。全品这个。见不着全品的。所以斗彩香港拍过一次全品的，这能有个彩？我说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这釉面怎么这么怪？原来修的原因，喷胶的。这能有个彩那就不错了。你看上哪找全的去？这块釉面感觉你要一看都真的怀疑这是。对，上它发黄了都。对，釉面都这是修复导致的。安窑款，典型安窑款。就是康熙最晚的一两年啊，包但连到近距离拍一下这龙。雍正早期，你看他这个还是有康熙的典型的康熙遗风吧？我觉得，对吧？你挡住你猜康熙一点毛病都没有。乾隆博物馆展出的有一只。这个是嘉德。天津博物馆有同款是吧？在市场上的很少。对，基本上很难见到。当这个一对儿哈。运气真好。当时拍了一对儿，很便宜。瞎买这个就。结果还是老的。
打开了这个收藏的这个大门。嗯，河图洛书，感谢感谢嘉德。河图洛书，人家底下说了哈。啊、嗯、啊，海马复苏啊。有人说是年窑的东西。康熙最早期、最晚期跟那个雍正最早期，也是你看这块儿。这个咱们上次去那个那叫什么？还有河图洛书那个遗址，哈哈，安阳是吧？啊，对。嗯，或者叫海马复苏都可以哈、啊。这是中华文明叫龙马复苏。对，这个中华文明的诞生的这个诞生地啊，在河南。斗彩这只盘子应该是200几，230还是240，我忘了。盘子市场有几只，基本上都200多万。对，对，平均市场价就是200多万。这只当时好像是200几，245的样子，我记不清了啊，记不清了。但是肯定是有兴趣同学那个上多宝查一下。对，多宝上都有啊，大清雍正年制。像这种我们今天展示的东西呢，尤其到后边哈，越往后就。在经济价值上会越贵。嗯，雍正斗彩，说到雍正斗彩嘛，雍乾时期的，你要提起来雍正的斗彩呀，包括这个珐琅彩呀，那都是啊，贵得不得了啊，都是这种大名品。雍正的色阶相对来说比乾隆，有人抬杠说是新的，嗯，啊，对，就是新的啊，刚烧过来烫的，嗯，对，哎，就是新的。这个咱们不抬杠啊，我们都在聊这个文人这个雅集是吧，我们在聊这个正经事儿呢，来个一两个喝多了的咱们不理他就可以了啊、哦、有这个十级老粉说前两年拿出来看过啊、哦哦、还有些许蛤蜊光的，嗯，但是这种东西不能作为鉴定标准。嗯，像这个呢就是雍正时期官窑的这个，大名品啊，嗯，哦，大名品啊，这东西还是要有经济实力的大哥呢，在雍正这个板块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有一块这个东西啊，能拿得出手来啊。告别了雍正，我们来到了康熙啊，来到康熙的这个。范围啊，有一些官访官啊，有一些特别少见的冷门大名品啊，这个在这个柜子里边好多都是冷门大名品，那边呢都是典型大名品。嗯，哈哈，对你啊，你可以啊，你要这么分的话也还行啊，他这边是以琅窑和安窑啊，那边呢是以这个脏窑，他这个哎这个啊，你要这么分也可以哈。他写了一些形容词啊。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康熙晚期的琅窑跟安窑的非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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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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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东西我们没必要去说研究它是到底是它肯定是官窑啊，它肯定是康熙典型的康熙官窑。有人问这是蒙烈的线下店吗？嚯，我这个。对，不是店啊，我们要这个概念要明确哈，我们这个是在线下的一个御瓷资料馆，我们的大概馆藏呢有200多件，将近300件的官窑常设啊，常设在这个展，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就可以来免费参观，周一到周五啊，只要工作时间就可以随时来，我们的常年开放，周六周日呢需要预约啊，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藏品这些东西都感兴趣呢，能提供大家一个会员的服务，大家加入会员我还告诉大家有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沙龙活动啊，培训活动啊，聚会啊，包括一些上手讲解的这些服务都有哈，所以要加入会员啊，还有鉴定啊，要加入会员啊，这个我们继续讲哈，我们来到了最后的这个高光时刻了哈，压轴是郭德纲啊来了啊，出场了，每一件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大奖特奖，但是呢我们要谈不上走马观花，但是每一件呢都给大家展示展示哈，展一眼哈，这就是刚从嘉德拍的，其实这一对呢我之前出了个段子哈，那种珊瑚红
所谓的珊瑚红啊，你说矾红也行啊，无所谓。留白暗刻龙纹，这一看就官窑嘛，这东西你可能没有什么这没什么可商量的，是吧？包括认字云呐，包括这种龙纹的表现里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暗刻龙纹。有人说，我要不买来干嘛？去了就想买，能买吗？啊。那个因为里边有一些藏品是我个人的，有一些是西老师的，有一些是跟我朋友借的，有一些是可能能流通的，因为可能跟朋友商量一下这东西您考不考虑出售啊，这个是有商量的，有一些是没商量的，有一些是有商量的，所以大家来展厅可以看啊，这个不一定啊，不绝对啊。这中间的这个你看我们的暗刻龙纹能不能看到，我不知道，就是一个摄像头看能不能捕捉到。嗯，够呛。哎，可以可以，某一个角度可 以,、嗯、可以对，能看到一些端倪哈、啊、它这个不单单是留白的哈。哦，里面是有暗刻的。嗯，对，大家能看清吧。对，这个是一对哈、啊、暗刻龙纹。这个当时好像很便宜就拍到了，因为好像没太多人注意到这个。啊，800多万哦。对，这个有的时候拍卖是偶尔会捡到漏的哈。一对儿一模一样的啊，这种珊瑚红留白啊，或者这个还是表现力很强的。到了主播点点赞，你这还会喊这个呢啊？学的这对儿碗呢就看起来好像不是太起眼，但是呢很美，它很少见，而且呢它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咱们之前梁晓欣先生的那一次在保利艺术中心展出的那一次蓝瑶红的展呢，专门借展借了我们这对杯子啊，就是因为它很重要，是吧？它这种仿这个宣德啊暗刻的这种牛血红、宝石红都可以的这对碗。少见啊，而且呢学术意义会更高。它里边呢有暗刻龙纹，但是这个暗刻龙纹呢我猜是手机是看不到的。能看见吗？打手电是吧，隐约能看到一点。有龙纹，有认字云，这个龙纹也是明龙，是明代的龙纹。大家隐约能看到一点吗？在这个位置。嗯。所以这一对儿这一对仿宣窑啊，这个的这个红釉的小碗儿，就学术意义很非常重要。所以当时梁晓欣先生说要做那一次安窑这个什么那个蓝窑展的时候呢，就特意要借这一对小碗儿来作为展示、啊。有一位地主朋友问，交多少钱入会员？会员是按年算还是年啊？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下哈，我们的会员制呢非常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两千元一年，这2000元呢不是交给我，其实是作为一个2000块钱享受5000块钱的相对的服务，比如说鉴定，包括代拍，包括我们上手讲解，线下线下沙龙教学等等等等的，覆盖了很多服务。就是这2000呢，其实就是我想呢，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展厅到底用什么形式来，谈不上盈利，就是维持。因为这个我很难拿这个盈利，是吧？这，我只是想把这个展厅先做起来，做线下一个地点，大家交流学习的这么一个地点，常年的存在。想不出来什么盈利，但是呢我需要维持日常的一些水电啊开支什么的，那这个呢我就想出来，那不如卖一些服务给大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所谓的服务，这一年对吧，您有的是机会来学习啊，上手啊，因为我猜很多朋友都想有这样上手的机会，因为博物馆是没有这机会的，除非您是馆长是吧，没事您上手，您跑博物馆就说，哎哥们儿，你把这打开让我看看，那是不可能的是吧，人叫保安了。所以这个我们就提供了这项的服务，甚至可以找西老师或者找我给您做一对一的讲解哈，这就
覆盖了这些服务，所以呢，2000块钱一年啊，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哈，大家有兴趣来。2000块钱好像会膨胀为5000。对，因为它就其实有点像，你买了一个2000块钱的券，但是里边呢包含了5000块钱的那个相应的服务，我们都有细则，到时候呢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哈。这个有人问是这个会费包括大蒙上手鉴定和代拍吗？包括，就是包括，就是你可以用来这个来抵嘛，比如说你买了。我帮你代拍的话，10万，我不是有5%的佣金嘛？如果你我那我就帮你抵就不就完了嘛？啊，就是可以抵扣的啊，对，可以抵扣，可以部分抵扣的啊，部分比例的抵扣的都可以，或者说是，上手一对一讲解的需求都可以哈、啊。但有不同的，比如说假设哈、啊，我要去看一下细则，比如说一对一讲解，他妈比如说几百一次，或者是我不确定啊，你可以就拿这抵扣嘛，那5000的嘛，你慢慢看呗。对吧？啊，具体是多少？我只是这个钱是用来干什么？你说我收2000块钱，我一古董几百万一件，我收你2000块钱，就是为了日常的一些水电啊、人工啊一些的最起码的一些维持。啊、我房租还没挣出来呢。啊，这挣不出来，我一年房租100万挣不出来，这个房租是挣不出来，挣房租只能靠我自己去拉磨。对吧？这个2000块钱是挣不出来房租的，只是。大家有这么一个，我只能想到的就是把我自己的知识啊，这个服务卖出去啊。好，这个聊了半天了，我们来看这只也是哈，这家伙的这个我猜是康熙最晚期的一个试烧品种，最后试烧失败了，我猜是这样的，因为它釉下的彩太多了，釉下青花，釉下釉里红，包括一些釉下的。这个各种彩，你看它这个花也是釉下的赭石还是什么的颜色是不同的，包括这种釉下的黄彩，釉下三色了，有点那意思，它釉下 N 色，所以它兼顾这么多彩的话，我猜它烧造的成功率很低。你看它这釉里红就有一些已经不是太红了，是吧？就是我感觉，所以它这个成功率烧的成功率会相对来说低。这个补了一点釉上彩啊，这块的彩是釉上的，补了一点点釉上彩，那基本上都是釉下的，其实就很难同时照顾这么多不同色阶的发色哈、啊。我猜后来就失败了，所以这种东西市场上能见到的，这是一只孤品，就是我们不再见到说这种东西流通了。啊，不是故宫，就是各大博物馆有，啊，故宫有一只啊，和其他博物馆我猜也会有那么一两个，但是故宫这算是故宫同款嘛？这基本上我们在市场流通交易上没再见到过啊，这个很幸运买到这一只啊，包括这些也是，这些是一些官方官啊，他写了一个很柔弱的成化款，写的简直了啊，就是。就感长得跟成化差不多啊，那种感觉，哎，质量你看多好啊！修足、修胎，这个青花、釉子、彩、画片，这个好像也不少见。对，少见，里边还有暗刻、暗磨印的这个龙纹，拍得出来吗？拍不出来，拍不出来。嗯，这得拿手电打。嗯。这是上海博物馆一只啊，这同款上海博物馆有。嗯，上海博物馆。对，这是康熙的。上博，上博，我们有好朋友在上博。看到有人问这是重器吗？啊，这位朋友比较关注重器。啊，重器，马上下一个就是重器啊，咱待会儿稍崩。再耐心看、啊、看两分钟。成化啊，包括这所谓的官方官嘛，你有的时候这个，大家会很想弄明确这种东西是吧？他这个你看这成化写的，真是照着这个成化官写的。一些青花的包括发色呀，包括釉上这个斗彩嘛，还有你这算瑞兽吧，暗刻有龙有凤，这暗刻啊，能拍出来、啊、也带着香草龙，也带着成化的味道、啊、这是今年拍的吗？对，刚拍的。哦，刚拍的、嗯、应该有中毛。对，所谓的官方官，皇上闲的也是闲着，也待着也是待着，烧个这个仿前朝。谢谢送的粉丝团灯牌啊，谢谢。来吧，我们看一个重器，这个呢就是传说中的康熙珐琅彩，
九丘啊，九丘铜磬啊，这个九丘小碗，这种红地儿啊，所谓的珐琅彩，这就是典型的康熙珐琅彩。这一只呢，来源显赫啊，这叫什么如雷贯耳啊，这个就是想起来的我们就都大礼参拜了啊。这个包括出版我们都知道，这个相应的出版啊，这一只是啊，那只是赵崇衍，这一只是那个徐展堂，对对对，卡住了，我差点说反了啊，这只是徐展堂先生的旧藏啊，包括朱鹿出版啊，都是徐展堂艺术馆有出版啊，这支啊，能找着这本书，还现在还能找得到啊。嗯，给大家看看细节，九丘铜磬。说到珐琅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呢，有一个是珐琅彩呢，从这个康熙时期就有洋，从洋人的这个传教士啊，包括这个宫廷画师呢就传进来，包括画法跟原料都进入宫廷，会研发在烧在这个瓷胎上啊，所谓的宫廷秘瓷啊，这种珐琅彩，到了雍乾时期，珐琅彩就突然的爆发了，因为康熙到了晚期才试烧成功，就差不多就本过了啊，就过去了，就到了雍正了哈、啊。试烧成功之后呢，到雍正看了之后确实漂亮，但是它精细程度照着雍正要求差得很远，所以雍正专门下旨要烧造更精细更精美的这个珐琅，对珐琅做的这个要求。到了雍正六年呢，其实咱们中国人的材质就都发挥出来了，就是所有的基本上所有主流的颜色到雍正六年就能实现了基本上的全面国产，就是所谓的珐琅料，因为珐琅料都是进口的嘛，当年在康熙时期哈、尤其一些画片的方向跟美术的这种状态都是参考了一些洋人的画片到了雍乾时期就到了这个珐琅彩的高峰，就是精彩至极，是吧？我们一提雍正珐琅彩、乾隆珐琅彩就贵得不得了啊！但是这一支也很贵啊，这一支的高峰时期的价格是在六七百万一支。我们大家可以去这个多宝阿婆婆，多宝古瓷宝典，多宝古瓷宝典可以查一查、啊，大家可以查一下它的成交价是多少。对，这种东西就是买一只少一只，而且我们如果要买这种大名品的话，像这种啊，康熙御制是吧？康熙珐琅彩啊，传说中的康熙珐琅彩啊，九丘铜磬这种，这种秋天的花卉，一定要买这种大来源的。你看这一只就是，你恨不得七几年这个就有出版了，有展览了，对吧？对那。徐展堂先生就更甭提了，是我们的旗帜，是吧？好，下一个柜子。下一个柜子就来到了这个，这个所谓的脏窑啊，脏了吧唧啊，所谓的脏窑就是我们就相对来说，常见的官窑品种吧，可能我就这么说，能大家帮助大家理解。常见的一些官窑品种，那我们这个，哎，这我别，这个厉害了啊，厉害了，侯臣的啊，这个抱着吧，《圣主德贤臣颂》这个呢是，如果你要提到康熙官窑呢，不得不提的一个品种，绕不开的品种，所谓的《圣主德贤臣颂》的笔筒啊，青花釉里红，包括这个款儿是吧？这种文体呢就很特殊啊，叫做骈文。你看这个骈字也很难写哈、啊，就是一种文体哈、啊。康熙皇帝深知这个打天下是吧？这个治天下不一样哈、啊，治理天下一定要重用汉臣，所以所谓的圣主德贤臣，你听这名就是是吧？要用汉文化治理天下，也要重用汉臣。这个官僚系统是吧的建立啊，所以这个。康熙皇帝本人对这个汉文化也非常推崇，所以就是所谓的这种圣主德贤臣嘛，那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就很明确了哈，所以他做的也很好啊，马上皇帝啊，文武双全，千古一帝等等，都是对他的褒奖啊。哎呀，
所以这个封建王朝皇帝的能力很重要就是你看康熙雍正都是一代雄主是吧尤其康熙那外内忧外患他还甚至还要去打仗是吧经常去打仗削藩啊平叛啊秦鳌拜是吧收复咱们这个大好河山啊都是康熙干的到了雍正呢雍正又变成了这个工作狂啊他这个缔造了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个乾隆他爷爷和他爹但是到了乾隆呢就开始了颓势是吧这个赶上这世界的大的变革也是啊让他赶上了嗯倒霉倒在道光身上了啊这一支呢就更这是我们这一板块里边的镇馆之宝啊价格不菲我觉得还是圣旨和现在做好这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好哈我刚才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这种东西呢可以作为可以明确的说它是苹果尊是吧一个水鱼文房器但是呢它还在清宫的档案里有所记载是什么花叉它还可以做当做花叉用一个清宫档案明确记载过哈这个白地儿的然后五彩花卉的花叉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苹果尊这一支的来源呢就更为显赫首先说它是赵从衍先生的一个旧藏啊在华光草堂上出版72年啊然后出版作为封面出版这一本书它作为封面啊所以后来呢又就到了这个通过拍卖啊到了这个天民楼啊葛先生的手里啊地藏啊葛先生的地藏所以它的来源呢非常显赫古董就是这种魅力你能从比如说300年前这一件东西啊的诞生一直到了这个经过动荡战乱然后又通过各种名家大家啊甚至这个大师的手里传递来传递去最后呢在你手里可能咱短暂的这几十年又在你手里停了一停你又传递出去了是吧你有可能如果再过个几十年别人说了这是从那个玉堂家器什么一次资料馆里流出来的它又是一个传承很神奇啊这些老前辈比如说我们说的葛先生或者说是赵从衍先生那都是我们仰望的这个旗帜高峰啊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个物件呢跟这些前辈呢也建立了一个神奇的联系可能赵先生跟老葛先生也都在手中把玩惊叹过古人的技艺那我们呢经过几十年或者说是多长时间之后呢转展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在直播也给大家通过镜头讲解了这些东西的我们也共同欣赏了它的美也共同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怎么说这是机缘或者说是我们不敢说三生有幸吧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能跟古人或者说我们现代的这些大师们有一些不同时空上的交流啊这件东西呢就很有我觉得很柔美或者说是很有诗情画意在康熙一朝呢确实是一个闪亮的存在它在一个大面积留白的一个状态下用釉下釉里红绘制了这种花卉然后还有釉上的绿彩呢填补了一些它一些的联系比如说用很柔软的枝干跟花卉做了一些简单的联系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品来说它是大胆的它是惊艳的它又是一个很高级的审美啊这个造型也很好对这个造型其实最难仿的应该就是器型它经过千锤百炼千百上万次的雕琢跟推敲最终定夺了它的一个器型这个器型我觉得是最难而且是最艺术水平巅峰就在我觉得就是在器型上它高一点不行矮一点不行胖一点也不行瘦一点不行它的所有的曲面变化都是艺术的结晶跟精神力的传递这种东西都传递着能量跟古人的心血啊最终
通过泥与火的淬炼，最终形成了一件东西传递到我们手里。我们在惊叹它的工艺的同时，也要感受一下祖先的这种能量啊，它的传递给我们的震撼的感觉啊，这些东西是能震撼到你的。除非你不热爱自己的文化，就是我很对不热爱自己民族文化，对自己从哪儿来，要将要去哪里的这个人不感兴趣的人，我是嗤之以鼻的。就是我们都会对老祖宗的生活状态、艺术作品都会有强烈的爱、兴趣或者是好奇心。我们想多去了解啊，多去学习。然后呢，对于这些东西呢，我们应该是骄傲的、自豪的啊，在世界之巅，我们的科技、医疗、什么军事，甚至什么经济，都不是世界之巅，对吧？客观来说，但是我们的文化绝对是站在世界之巅的啊，可以俯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你让我热爱印度文化，你不开玩笑呢吗？印度那都什么呀？妖魔鬼怪的，好家伙，神头鬼脑的，对吗？对，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它搞笑，那过年的时候看看行啊，就是。所以，提起传统文化，这些东西都是传统文化的具象的承载，它是一个载具，无处不散发着我们祖先的魅力哈、啊，这种。精神力的传递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以此为荣。太漂亮了。你说康熙，哎，你说康熙皇帝那么英明神武的那么一个人，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东西啊，挺有意思的。哎呀，你看他的那种大龙纹啊，包括素三彩，你看底下还有一些素三彩，他都是那种粗犷奔放。就很少这种小家啊，他有可能是哄哪个妃子高兴的啊，不确定啊。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真相是吧？这种东西到了晚清也有是吧？你要是有那个同治啊，同治的是同款。不是老佛爷看到这，哎，哪天看见这个了，挺喜欢。对，官窑御瓷里边有，应该是对同治款的。康熙的这个呢，就是无处不散发着康熙的。你看它的底款啊，修这个胎土啊，釉面啊，这种锦皮亮肉的状态，哎，就是，对，它就是一个散发着浓烈的康熙味道。它又大胆的留白，里边呢是个阴阳鱼是吧？什么中国的咱们这个无极生有极，有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出八卦是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啊，包括这边也是大量的留白啊，你看。这个是这个，哎，八卦图啊，底下海水纹，一对儿，这个是不是有一只有重现啊？我记得是，还是啊，两只可能都有点小毛病吧。我记不住了。啊，对于东西非得买全品呢，其实我的就是看什么想法，肯定是有全品就买全品，没全品呢，有的东西那就没全品怎么办？对，就是有东西它就存质量就一个，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那杯子，对，那包括那个白子杯它就一个，你还要求它去品相，有一词比如传真连盘的，你可以想象这种东西这个不太好呈现，它里边有暗刻的对，茄皮子釉，康熙官窑茄皮子，它有暗刻龙纹，外两条龙，里边呢是一条立龙，然后两包括也有，我看一下，这是对一圈两条龙，中间还有一个立龙，对，照不出来，肯定照不出来啊！外边一共五条龙啊，它的枝稍微很明确啊，这一看就翻过来一看就知道是啊康熙的典型器，这个存世量还是有一些的，然后康熙的有一些，然后乾隆也有一些，就这种所谓的茄皮子暗刻龙纹的盘子还是有一些的。很一路连歌啊，这也挺有意思。你看这红，就这种珊瑚红，你看它这个特别稳当。这个手机拍出来，这个就是它还是会嫩了点，美化一些。嗯，康熙款，你看这款的典型的官款，这就对，就是典型的不得了。就我们再看这款，就一瞟一眼啊，行，就不看了啊。上博通款，上博通款啊。嗯。一路连科，对，好。
漂亮啊！康熙早期官窑的一些特殊品种。对，这个就是常规品种了。这个是常规大名品，它有碗儿啊，有盘子。这个是不是检查东关锦囊那只啊？对。啊，康熙款，你看它这个，哎，这个到了晚清啊，尤其到了这个储秀宫啊，这个老佛爷爱仿这个。大盘巨大同款啊，当然仿的就没仿过这个，对，仿的是那种花卉的，里边是暗刻龙纹的啊，但是它肯定是仿这制式嘛啊，对对对，苏三仔的仿着这个制式，这个三多的里边呢是暗刻龙纹，你看它里边全是暗刻云龙纹，苏三仔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来源，里边也是它跟那其实你不看这个苏三仔的话，它跟那个茄皮子是一个制式，对。啊，暗刻里边是立龙一圈两个龙啊，外边也是，外边也是两条龙啊，这就跟那个是，对，但是看不太清楚。这东西其实挺贵的，尤其那个常见一点的，就是那碗嘛。嗯，那碗便宜点，盘子一百多万。对，便宜一百多万。盘子上回那个老那谁拍了一个，不是一模一样的，一百多万吧？嗯，基本上都得一百多。对，一百多万一块儿，买太便宜了就得想想了。买太便宜了就是基本上又掉坑里了。这只盘子是也是嘉德那只吧？不是。哦，这是那什么呢？对，买的那个青花倍儿蓝，多漂亮！这块又大又挺拔啊。这个呢，好像是有一块吊针，我记得是修了 啊，有一块吊针修过了。但是这个以康熙的为蓝本的各朝都要烧这种黄地儿素三彩的龙纹盘，边缘呢一圈的四季花卉的纹饰啊，梅这个什么牡丹啊、菊花啊、梅花啊，这个荷花，中间呢还是很凶猛的这种康熙暗刻龙纹，它这个康熙龙纹就很有时代特征啊，很典型，就是这种。很凶恶是吧？杀气腾腾，弹性十足的这种龙纹，到了雍乾还好啊，到了嘉道呢就开始就弱了啊。到了晚清呢，就除了谄媚没别的了啊。对，包括背面也是，背面的龙其实更精彩啊。它因为它每条龙的都是这种飞龙在天的这种状态啊，它都在动势，它没有。他没闲着，他在喷云布雨啊，他在这条绿龙，哎，特别精彩啊，他在施法，嗯，你看跟那个哪吒闹海里边那个敖广一样啊，嗯，东海龙王敖广，嗯，三太子敖丙，甲乙丙丁啊，就这个敖甲敖乙敖乙敖丙敖丁啊，呵呵，其实也是。还有一种折沿的吧？啊，对，这个会有更大尺寸的，我记得印象里，因为上次我帮那谁拍了一只，掉一块儿，然后折沿的，也还挺便宜的，30多万，因为它坏了嘛。这种全品都得100多。对，我说的是掉了一块粘回去了啊，那个价格就其实30多万，我觉得还挺便宜的。咱们今天就把上次落的那半节课，人家又补上了。还是要跟大家说两件事儿，一个呢是我们的展厅呢是固定的啊，就是常年开放，是一个常设展，周一到周五呢大家随时可以过来看，工作日和工作时间可以随时过来看，如果大家周末呢需要预约，免费对外展出，但是呢如果大家想上手或者需要有一些什么鉴定啊、讲解啊、培训啊什么的需要加入会员啊，加入会员2000一年，会提供不同的大家能想象的我能给大家提供的服务来给大家服务哈，这个这些都可以上手啊什么的。上一个带大家就是看一眼啊，总能转一圈啊，对，你带大家稍微转一圈。然后呢我们的量非常大，就是接近300件的官窑，有不同的品种，大运啊、传办跟这个供瓷的不同品种，纷繁复杂，可讲的东西又特别多啊，这个足够大家来欣赏、学习啊、交流。我们你看，我们这个锁上了。位置在这个山水文园东园，那个如果您知道那个大义拍卖的话，
就在单一拍卖旁边。大家如果想来呢，就在北京朝阳区山水文园东园的底商。这个呢，大家可以搜某度地图，搜玉堂佳器四个字就能找到了，明确的坐标就能找到，开车过来就行。这是一件事儿啊，这个我们的展厅的会员制和展厅的开放时间。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对拍卖收藏感兴趣，想参与的时候呢，需要一个拐棍阿婆婆，就是我们的多宝古瓷宝典，可以帮大家提供拍卖的成交记录啊，一些馆藏的一些高清图啊，还有一些相应的我们想了解的相关知识的学习，都可以在多宝古瓷宝典上啊，一个阿婆婆大家去下载，非常好用。最重要的是相关的软件都收费，我们平常用的，因为我是没办法，我就得给人交钱，因为我经常用这类的软件。但是有了多宝之后呢，我发现呢，我就不用那些了，因为多宝是免费的啊，全免费。我们所有查成交价、高清图、博物馆的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是免费的，那我就不用再充值了啊，很开心。我就一直在用多宝阿婆婆，可以提供大家，因为你想都能满足我的要求，那满足您的要求肯定是轻而易举啊，非常好用。嗯。包括怎么联系啊？怎么联系？私信大王爷。对啊，你给我抖音发消息就可以啊。您不是关注我了吗？您可以随时给我发消息嘛。给多宝古瓷宝典或者给大王爷发私信。对，就直接发信联系我就可以啊，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啊。因为大家能进来看直播呢，那不就是肯定是关注我了吗？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后台问。比如说如何加入会员，如何这个下载阿婆婆多宝阿婆婆，这很简单的事儿。有关所有其实展厅这件事儿呢，是我其实挺值得拿出来大说特说的，因为我一直，因为我跟西老师这件事儿是一拍即合，我们俩人的合作，作为一个线下的实体展厅，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能实现。应该是赢不了利啊，这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儿。但是很重要是有一个地方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对什么是官窑，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官窑，官窑是什么，分几个品类，有到底官窑到底长什么样，甚至说能上手学习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地，一个场所，能大家是至少是能交流吧，能学习吧，能形成一个大家的圈子吧。其实所以这个很重要，设立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谁来设立？因为纷乱复杂，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太多，所以我就特别想做一件正能量的事儿、标准的事儿、拿得出手的事儿，让大家能看得到的事儿，能作为一个标准树立起来的事儿。所以这个我们刚迈出第一步，在我们的玉瓷资料馆呢，陈设这些能供大家学习参观的东西，我们用眼看。去感受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有这些真正的所谓的我们说俗一点真东西能给你带来的这种这种感觉吧。金额这个 APP 方面，然后阿婆婆，对，主要是那个就是说查询这些肯定不会收费。对，都是免费的哈，我们绝大部分的功能都是免费的。说了半天呢，其实还是想设立一个创立一个标准，什么是标杆，什么是官窑，什么不是官窑。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大家也都知道我在直播做拍卖，很多朋友你们也能想得到，有很多朋友会给我送拍，对吧？那我这个就非常严格，我只能告诉您这个不能，我不能作为官窑卖，您想卖就不能通过我作为官窑去卖，这事儿您得理解。所以我们对这个官窑到底是不是官窑把控的就非常的严，就是近乎于变态的严。我说是官窑就是官窑，不是官窑就不是官窑，这个是对我自己一个交代。不能混淆，有很多东西都大家作为出于商业目的，他会混淆官窑的概念，说这就是官窑啊，画个龙就是官窑，有款就是官窑，不是。那我们的展厅就告诉您什么是官窑，什么不是官窑，这个很重要。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就来我们线下官窑展厅来参观。
啊。对，那个明太光妖也有，但是不是在线下楼下的一个展，长江系的这个主要方向，所以没有展出来啊。我们楼下有一个小的展厅，大概是这儿的一半，有一些明代官窑的展出，但是呢我们作为最重要最核心的展出呢肯定是清代官窑，我们把它捋顺捋清楚了就很难了，这是一个很大体量很大的工作量很大的工作啊，这个也希望大家理解。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些小的小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展区的。有没有书或者资料学习？哦，书呢，书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书，包括我个人出版的《苍蒙集》是一个，对于，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哈，《晚清官窑瓷器》。当然，西老师这块也有西老师的，但是西老师那些书都基本上都卖，展览的书好像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基本上都没有了啊，这库存是基本上没有了，太受欢迎了。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晚清官窑瓷器》，这是我个人的第一本书，这还是。还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不太想说太多的学术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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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树哈，我不说。提供一些瓷器的高清图，什么是官窑啊？这给大家说明白就行了。大家看这个印刷质量非常高。您如果我不是说拿这本书，你可能觉得是一个真的东西。作为学习工具放在手边儿啊，就直接可以拿来比对，全是高清。翻一个啊，道光时期的敦式碗啊，斗彩敦式碗，满池胶是吧？我们这些东西就作为学习工具在您手边儿，谁想蒙您，您拿不了。这把这书翻开，让大家看看，您自己看看这东西对不对啊？这个呢，在我们的苍蒙集书院，在我们抖音搜苍蒙集书院的小黄车里就有卖的哈。然后还有我们西老师的这几本书呢，就之前我们的展，包括帝侯展和慎修四勇。慎修四勇这本书，这个现在还正在西老师做最后的编纂，因为他这个也是最后故宫的出版啊。这里边就是我们之前的道光御窑展里边的这个，就是去年嘉德三十周年那个展览的对应的一个图录啊，最终的出版还是在本中，这个是临时版，最终是在会在那个文物出版社进行出版，估计也快了。文物出版社啊，这本是故宫出版社，对，那是上一场晚清丢。这是慎修四勇这本书，这本书我手里就剩一本了。我估计可能大家喜欢的，可能只能去孔夫子找找。对，都被抢干净了，就是我手里就剩一本了，我谁都没法给了，我再给人家我自己都没有了，就还是很受欢迎的。这是故宫出版的，就是展厅的那个花盆啊，就刚才那只花盆，啊、对对对对对，三世图。所以这本是玉堂嘉器晚清帝侯用瓷展的那本书，这个可能还剩下几本，这也不多了。如果大家有需求呢，可以给我私信或者什么的。这应该是2021年办的展览。二一年的展览，这就是那只白子杯，对啊，全是高清细图啊。对于学习的需求呢，就这些书呢都可以满足。我自己也会开这个关于学习，因为这个书嘛，还是这个学习很重要啊。书本上的知识结合线下的这个上手是最好的学习方式，这是我这么多年跟大家说的实话，就是我这么多年工作中的总结出来的。我也回想起我原来学习的过程，可能包括还问书的问题呢，问那个能拍拍书名吗？把书名给再给看一眼，书名拍着点啊，对，嗯，有三本书啊，像是苍一。我这本书呢现在还有在卖，就是在这个大家搜苍蒙集书院就能找到我了啊，这封面就是我拿着这本书啊，就可以在那个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个图，好吧，截个图然后回头去搜一下看一下，对，看哪儿有。这个我这个苍蒙集书院就有卖，但是而且还是打折的。这个就不好买了，这个基本没有了，太热了，对，太热门了。我手里都没有了，你想想这怎么整？大家可以截个图啊，因为这个当时就没出多少，
对对，我这出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马上我估计可能很快也就两三个月正式出版物就出来了，文物出版社出的。对，这个到时候会我们会放在我那个小黄车里边继续给大家展示。这个我印的多，好几千本呢，所以这个就还可以给大家学习应用，是肯定没有。然后还有人问那个入门可推荐哪些工具书？入门的工具书呢，铁原先生的一系列著作，我在我印象里，我年轻的时候就不少看。还有呢，就是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啊，没有正版了，我买那正版都好几千一本。然后盗版多的是，因为但是那是黑白印刷的文字，无所谓，买个盗版自己去学习就可以啊。就推荐这个吧，别的推荐我呢，我没有太多的学术类的这个著作，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些工具类的书，就是细读，您对着看，保您真就完了。我不太说好多那种学术的研究，也不够学术研究的不深，对吧？也没有著书立说的那个水平啊。所以呢，我们言归正传，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小事儿，被大家说书的打断了。你看我脑子就是这么好，还能记得住啊。我们上面还有一些空位待展，就是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整理出来了，但是有一些位置呢是空缺的。这些呢就可以，如果大家有相应的藏品啊，可以联系我，可以参展啊。这个是有一些空位可以让大家展出的，但是有一些我们具备了这件东西呢，那位置被占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要从速，如果您手里有漂亮的标准的官窑，可以联系我啊。比如说您想参展，然后这样呢，对您这件东西呢也是一个背书，也是一个说俗一点吧，它的价值上的加持啊，增值。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10:09、10:10了啊，聊了嘚啵了两钟头。下一场哪天拍？我们下一场直播是明天晚上8点呢，给大家讲解，还是实践官窑啊，里边还有一些民窑精品，一共大概有个22件，明天东西少了一点。明天讲解，后天晚上8点拍啊，咱们8月13号晚上8点直播拍。还是秉承着咱们这个我一贯的追求哈，就是官窑就是官窑，民窑就是民窑啊，老货就是老货，新货就不能进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常年的标准啊，咱们不能变啊。所以呢，甭管是我给大家讲解呢，还是说给大家参与我们直播拍卖，都秉承这个原则啊。这个时间长了，大家都变成朋友啊，就都能慢慢了解上，不着急。那今天的直播了2个多钟头啊，差不多也嘚啵，我也累了。然后还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就来我们线下的官窑展厅来参观，反正是免费啊，您随便看，随便，你愿意待多长时间待多长时间是吧？如果这样，我把我关这屋子关一天，我都不带烦的啊，挨着个看呗。也是个学习，对于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啊，边上有咖啡厅啊，累了可以去休息休息。欢迎大家来我们下展厅参观学习啊，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呢，到时候我们可以线下联系我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就聊到这儿了啊，也感谢大家这么耐心的听我一顿瞎嘚吧。希望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加入我们的这个团体啊，加入我们的团伙啊，大家一起这个这什么遨游江湖啊，大家一起就畅游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啊。好吧，大概就说这些，咱们明天晚上8点呢是讲解，后天晚上8点拍卖，咱们明天后天直播间再见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拜拜，稍微等一会儿，等个3-4秒，因为它有一个延迟。